这有些事情，总得有人交给他，你说是吗？别太过分啊。好，我安排给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大人，已经安排了好几个身手不错的兄弟。 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送您出去吧。你请我吃宴，还给我送礼啊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恩人救了我们全家的命，老朽我是感激不尽呐。把马车都抢了吧。来你府中这么多次，还从未在你府内好好逛过。今天我想自己随处看看啊。那，你一个人看看？啊？怎么？ 还怕我把你家抢了不成啊？恩人笑话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下人，随便看，随便看。上面的朋友可以下来了。 是想要我手里的这个，那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是个姑娘吧？ 真漂亮，把面罩拿去让哥哥看看鼻子和嘴巴。登徒子，把珠子给我。你认得这珠子？告诉哥哥，要它做什么？要你管。你。 真漂亮，嘿，跟哥哥上山吧。不仅珠子是你的，连我这人都是你的。把珠子给我。想得美。让着，可别把我惹急了。